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朕小时候就有个心思，总想和父皇一起吃个饭。你们也有这个心思吗？哎，朕一人给你们设了个座，都坐下吧。我在这儿吃，先生我的。哎，哎，都坐。谢皇后。 今儿后妃娘娘真是一个没请清一色的男子汉啊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吃啊！皇阿玛，儿臣想跟着您去。干什么去？儿臣给皇阿玛护驾。你？卫东亭总督转奏，福建大捷。 此次朕本巡圣京，这是朕的差事。你们呢，也有你们的差事。太子，在朕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坐朝听政。这，大哥，你随驾圣京，跟朕一起起驾。大哥，4个月以后，朕要听你讲解韩柳的文章。这，四阿哥，朕回来以后要看看你是否能拉开80斤的弓。 中，卫东亭奏福建大捷，吃吧。罪臣穆赫林万死禀报：康熙28年9月初3，台湾正式逆臣施琅，拥兵2万余，罪臣进失金门、厦门，损战船50，亡兵勇3000余。今夏一带百姓。 非但不助官军，反而暗中资敌，致使臣等大败。嗯，哎，吃吧，啊，吃吧。谢皇后。大哥。儿臣在。朕回来以后新查看你的刻印，如果没有错别字，朕赏你1匹骏马。中。锦旗啊。儿臣在。你的身体太瘦弱了。 如果你长5斤的话，朕好好的赏你。啊、谢皇阿玛。皇上，卫东亭的奏折又到了。朕小有不是。罪臣万死禀报，台湾正式逆贼施琅拥兵2万余，攻占今夏。还是东亭知道朕的心事，将败报变成捷报，把祸事化作为喜讯，以免引起百姓的动乱。朕一定要把台湾收回来。 大哥，啊，国舅爷，大哥，来，大哥，皇上仿佛有什么心事啊？是吗？可我一点也没看出来啊。这起驾离京之前，宫里发生什么事情没有？皇阿玛高高兴兴的，还和阿哥们一起吃饭呢。啊，对了，还接到一道600里急奏。哦，什么内容？何人所奏？卫东亭转奏的福建大捷。 缺兵少将，不可能奏捷，定是台湾政经侵犯内地。一时啊，待会儿如果皇上问起东南沿海的战事，你心里得有个谱啊。谢国舅指教。哎，大阿哥，这么多阿哥，皇上只点了你一个人随驾，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啊！知道了，撤。 皇阿玛，车驾已达今日行营，请皇阿玛歇驾。啊！你们两位，半个时辰以后到朕的屋子来。这。 皇上，皇阿玛，啊，这份折子朕在身上悟了一天了，你们瞧瞧，这皇阿玛，儿臣愿领兵赴福建，通缉逆贼施琅。你们俩呢？ 若请皇上迅速返京，怕引起百姓的猜想和无端慌乱。如果皇上派精兵强将奔赴东南，又会引起京城留守臣工们的不安。他们会琢磨，怎么圣上会在巡幸途中发军令？是否南方兵变，又要打仗了？蒙古的王公大臣们等着朕召见安抚。如果他们一旦得知东南叛逆的话， 会不会寻衅闹事？他们有3万铁骑啊，会不会因此蠢蠢欲动啊？啊！皇上圣明，皇上毛虑周到，高屋建瓴。今夏失守是朕的过失，不，皇上言重了。皇上，这是福建都统乌鹤林之罪。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朕怎么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黎民百姓啊？ 皇上保重啊！皇上定会保大清平安无虞呀、啊。朕只当没有今夏这回事，该北行的还北行，该狩猎的还狩猎。皇上放心，臣一定办妥。穆赫林为国捐躯了。朕虽然决意收复台湾，但是没有一个万全的良策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动，是朕的过失。 3000官兵啊！3000官兵为国捐躯。所图，马上查清楚死亡清兵的姓名和住处，对他们的家属一一安抚。朕今天特别的高兴，朕的两个心腹大臣没有对朕狂言乱语，能够推心置腹。 隐士啊，儿臣在。你虽然勇猛可嘉，但是不是要用脑子？今后要有什么事，多向两位老前辈请教。这。大哥，虽然昨天晚上皇上痛斥了我和左宗棠，但我看得出来，皇上心里对你还是挺满意的，是吗？唉，东南海训，正是有志者建功立业的机会哦。请国舅爷举荐我出征台湾。皇上圣安。雄鹰飞翔到盛京，骏马奔驰到雪国，爱新觉罗玄烨欢迎你们！伟大的皇帝，您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们是忠诚的草叶。 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与光辉，永远忠于爱新觉罗皇帝。哎，平神，朕见到你们高兴的心都快化了。进屋去吧，宫里的奶茶在等着你们呢。感谢皇上的恩典。盛京提督周培公为何没有来？哦，奴才刚才打听了，周培公重病不起，没来接驾。 啊！朕没有想到你病得这么重，原以为你只是委屈。皇上，臣不行了，几年就没下过炕。朕把你撂在这冰天雪地里有8、9年了吧？不瞒皇上说，11年了。 你一个南方人，是水土不服吧？可不是嘛，奴才是北方人，到了南边，芝麻粒大的小咬咬上一口，这半边身子都肿了，也是水土不服啊。明珠堂夸奖小咬啊！我周培公生来皮厚，再厉害的小咬也咬不进去呀。朕给你带药来了，叫太医好好瞧瞧，等天暖和了，你这病就好了。谢皇上。 皇上，你怎么突然想起到盛京来呢？朕一直等着你问呢。朕一共有3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拜昭陵，二是收复蒙古王宫，这第三是再度启用你周沛公。啊，谢皇上天。不过，这第3条。 是不是进入圣经以后才想起的？沛公啊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说话不给朕留面子。周沛公，实话告诉你，皇上明天才拜昭陵，后天才会见蒙古王公，大后天才召见圣经的文武大臣。皇上今日刚刚落脚，还未进一中茶，就来看你了，奴才是挡都挡不住啊！啊！ 皇上，皇上恕罪啊！嗯，沛公，人们都说你病了，朕以为是假的，现在看来，皇上，你刚才说，臣不给皇上面子，为臣岂敢呢？10多年来，臣埋没自己的清白，独处雪国。 就是为了维护皇上的面子啊！朕知道你撂不下心头之患，是不是？是。沛公啊，你破察哈尔，平吴三桂，为了大清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只可惜你是个汉人，而且手中还握有20多万雄兵，满朝上下飞升不断，都担心你成为第二个吴三桂。微臣知道，不过这话从皇上口里说出来，微臣心里舒服多了。再有一点，你心里也明白，明珠、死欧图他们 暗中鼓动御史参奏于你，朕知道你的苦衷，但是不得不逮着个由头把你贬到盛京来。你要体谅朕，你要知道满朝文武和8旗将士的团结，比起你周沛公来，在朕的眼里要重要的多，所以不得不牺牲你。皇上的做法十分妥当，周沛公的荣辱不能妨碍大局呀。再是， 朕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盛京是满人的老家，朕把你撂在这儿，也是为了监视你。惭愧，惭愧啊！把你放在冰天雪地里11年，我一直在想，一旦有机会，朕还要启用你。 微臣还有何用啊？朕想让你攻打台湾。晚了，臣之命恐怕熬不到天暖了。 但你给朕推荐一个人，和你一样的人。皇上，有个叫姚启圣的。姚启圣，朕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他是默默无名，如果他也能名满天下的话，只怕活不到今天了。皇上，他也是个汉人。 汉人姚启圣，朕回头好好查一查。啊，你累了，朕先走了。皇上，臣虽然是赋闲之人，也并未闲着。臣用10年的时间画了一幅小画，想献给皇上。在哪儿？就在你身后。 沛公啊，你什么时候又寄情山水了？山水有情，生生不息啊！皇上，臣的屋子太小，展不开。皇上，带回宫里去看吧。哎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快进来！ 好，皇上，这展开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对，慢点啊。哎，你那边小心点啊。 沛公，皇上言旨，一定要把你救过来。你有什么话没有？有话告诉我，我一定如实禀报皇上。沛公，皇上，微臣穷10年之功，遍阅古今各族史料及图谱，终于构成此图。臣死也瞑目了。微臣自信， 此图不但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图，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精最全之途。臣以为，台湾政事孤悬海外，只是大清的借选之计。大清的心头巨患不是台湾，而是蒙古准噶尔王噶尔丹。在朝廷平定西南三藩时，噶尔丹也在一步步收复蒙古诸王。臣料定，他的最终目的是统一全蒙，虎视中原，与大清争天下。噶尔丹之西有西藏之达赖喇嘛暗中支援，之东有俄罗斯彼得大帝重兵压境，三方一旦联手，大清无宁日。但欲平噶尔丹，朝廷却不得不先收台湾，因为东南各省乃大清财富之地，东南不稳，大清无力西征北进。禀皇上，周培公去世了。知道了。这，裴德全，奴才在。告诉晚朝的大臣们，周培公死了。朕停朝一次，为亡灵守夜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周沛公去了，朕停朝一次，为亡灵守夜。定身吧，谢皇上。列位臣工都睡得好吗？昨天夜里有一个人长眠不醒，朕一宿没睡，陪他说说话。瞧啊，寰宇周天，大清万物。 都聚集在这个图上啊！皇上，保重龙体呀！皇上，保重龙体呀！记得就在这个殿堂里，太祖爷努尔哈赤颁布了7大恨诏书。你们谁还能记得哪7大恨呢？臣记得：一，明君 诬是生非，杀我先祖的父祖，此1大恨；二，明君违背誓言，越边支持叶赫，此2大恨；三，明君侵夺女真，杀我边境士兵10余人，此3大恨；还有，明君将我定亲女子，转嫁蒙古，这是4大恨；明君不准3处百姓收获庄稼，此乃五大恨。七大恨诏书颁布之后，世祖爷提兵入关，身先士卒，血战28天。世祖爷把所有的恨都聚集在3尺刀锋上，如果没有这七大恨事，大清就没有今天。是啊，如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不亚于世祖。 世祖当年仅雄踞于此图东北一方，而如今皇上却拥有寰宇周天，一诏黎民。哼，寰宇周天，一诏黎民，听起来多显赫荣耀啊！可是谁曾想过，朕拥有这些的同时，还拥有承担起这些责任的苦难。 噶尔丹在蒙古为患，而北边呢，沙皇是3边压境，还有这当中，这条黄河到处泛滥。你们再瞧瞧这下边，这孤悬海外的小岛子台湾。别看这岛子小，它能把东南沿海闹得海景四起。 闽粤江浙这4个省是咱大清国的粮仓银库，如果这些省不稳当的话，朝廷拿什么去护国、平叛？拿什么来安民？何为治河呀？哎，好好议议吧，先从台湾这个小岛子议起吧。啊，别嫌这个岛子小。 有些事情是要从小地方做起的，臣斗胆启奏。疆土庞大而实力薄弱，使君主操劳，百姓不安，故请皇上痛下决心，抛却隐患，弃。这倒是个办法。皇上，台湾与大陆一脉相连，万不可弃呀！ 臣建议派重臣前去招抚，恩威并重，文武相济，化干戈为玉帛呀。儿臣建议剿平台湾，儿臣愿为海战先驱。是，说得好。隐士啊，你血气方刚，有你建功立业的机会。这殿里的大臣都是你的前辈，你先听听啊。 这就是那几位王爷的猎物。禀王爷，今日各位王爷们并没有前去狩猎。什么？王爷们虽然到了木兰猎场，却一直在皇舍里喝茶议事。啊！来，吃啊！尔图，噶尔丹为何不来盛京？ 我怎么会知道？再说，可可的王爷，土谢土汗不是也没来吗？噶尔丹不来是因为忙着攻杀柯尔可，土谢土汗不来是因为正在被噶尔丹攻杀。管他们做什么？咱们呢，只要管好自己的草原、牛羊就行了。嗯，慢着，尔多，你和噶尔丹暗中勾结，妄图瓜分全蒙古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 羊群里钻进了饿狼，太阳被乌云遮住，蒙古大草原又要鲜血横流了。图尔图，我们各部门的汗王要联名向康熙皇帝上奏，请朝廷派10万铁骑围剿噶尔丹，维护蒙古各部的安宁。你。 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奏？你们是在用大清的铁骑帮助柯尔克的土谢土汗。告诉你们，土谢土汗才是恶狼，是他先动兵攻打准噶尔的。我说，噶尔丹兵强马壮，对科尔克草原垂涎已久，使噶尔丹嫁祸于林，挑起战端，妄图夺下科尔克千里水草地，扩大自己的封疆。草儿有草儿的道理，羊儿有羊儿的道理，就看你站在哪边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奏？哼。 嗯，我图尔图只站在自己这边，我不和你们一起上奏。说实在话，大秦的铁骑一旦踏入蒙古草原，那才是乌云遮住了太阳。嗯，这，嗯，臣以为，朝廷可弃小就大，不屑与海贼计较。台湾弹丸之岛，不谋之地。 而且留着它还多有些麻烦，不如弃之，可保内陆永久的太平。皇上，台湾万不可弃啊！虽是弹丸之岛，但也是大陆的手足啊！动不动就弃，此乃败家之举，有损我天朝气象。姚启胜是何方圣人呢？朕是第一次听说。 左图，臣在。你署理吏部20多年，人称三严所向。朕听说全国6品以上的官员的履历都在你的肚子里。皇上言重了，微臣岂有那么大的本事？说说吧。哎呀！ 这个姚启胜啊，确实是不同凡响啊！为什么呢？这别人当官是越当越大，他当官是越当越小。这别人是往高处走，他却只往低处爬。早在顺治2年呢，姚启胜便官居福建巡抚之职。郑成功收台时，因资助粮草，颇有为功。顺治6年。 因抗拒朝廷治闽方略，被降为藩司，逮罪任职。顺治9年，因屡与上司争吵，又被贬为道台。到顺治13年，因酗酒渎职，再被贬为知县。顺治16年，连微臣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律条，再被贬至漠河军中效力。到了康熙5年。 姚启胜再被裁撤，塞到盛京郊区一个马场任9品司旧。不简单。大清的各级官职，他是一级没落，都当了一遍。是，此人自是才华出众，屡屡抗上，又被官场法规，先帝爷顺治都想杀他而未杀，降职永不录用。所向不愧为3只眼呐、啊，官场的旮旯角落您都看得透透的。这姚启胜真是个怪人，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呀！周沛公这辈子就给朕推荐了2个人，一个是涂海，另外一个就是姚启胜。涂海嘛就不用说了，功不可没。这个姚启胜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你去把姚启胜给我请到这儿来。这。 啊！不要说这是朕的意思，朕预感姚启胜是个聪明人，他愤世嫉俗，以笑骂为护身之法，以求中事必祸。皇上，臣也有些预感。说，回皇上，这种人其言往往刁毒，其心往往不忠，那就要看朕的本事了。 人才藏在人海里，就像锥子搁在裤兜里。这锥子嘛，一个是要出头，二是要扎人。朕想碰碰这个锥子。您那边看看。还那件啊？你再寻思寻思啊！不慢不慢。哎，嘿嘿，三里河马场在哪儿？说话呀你们！说话你们说呀！ 哎，怎么着？说呀！说吧，说吧！哎，瞎了你狗眼！还真是个瞎子，晦气。这位爷啊，扔银子也像给狗扔骨头。哎，老叫花子，你说什么呢？爷在畜生踢伤了人，老叫花子，请爷下来，替这头畜生道个歉，然后再给人银子吧。老畜生，你找死啊！啊！别出声，他们带着刀呢。哦。哎呀！ 不叫你多嘴，大人呢？不叫你多嘴，不叫你多嘴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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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哎，你们说，三里河马场在哪儿？啊？说呀！哼，老叫花子知道三里河马场。哈哈。 行啊，骨头马硬朗的嘛，走，给爷带路，爷赏你银子。快走，啊，快点啊你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快，快点，快走！啊，有点蛮横无理，这。 哎，三里河马场到了，各位爷稍后，我去给司教官禀报一声。哎，司教官几品呢？啊，从9品。嘿嘿嘿，爷这匹马也能当他祖宗，9品司教官摆个屁谱，快叫他出来叩头！哎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哥。明珠啊。 人称索图是3只眼，朕听说你也有个绰号叫“万花筒”是吧？啊，皇上，那是下头人挖苦奴才的。不，那是夸奖你见多识广，无所不知。听说元明2朝的传闻轶事、正史野籍都在你的肚子里装着。这么着，你给朕说说台湾的本末。印氏，给你舅舅倒杯茶。说，上茶。谢皇上。 啊，谢大阿哥。皇上，台湾虽是弹丸之岛，却与大陆千古一脉，非但不可弃，就是想弃也弃不掉啊！为什么呢，皇上？因为台湾岛居民大都是闽粤浙3省的移民，不少的人家儿子呢在台湾，爹却在大陆，哥哥在台湾，弟弟在大陆。 两岸世代婚嫁不绝，来往不断，同文同种，衣食无二。台湾和大陆可以说是打断了骨头，连着筋呐。你说的对，朕绝不放弃台湾，背着千古骂名。皇上圣断，当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，被明皇赐姓朱，人称国姓爷。海外只知道一个朱成功。 并不知道一个郑成功，当年郑成功收台时，正逢大清入关，明朝覆灭，郑成功之子郑经便割岛自立，犹如一个独立的明朝小朝廷。如今，朝廷是正视后人为匪，而汉人却仍然视郑成功为民族英雄。因此，奴才认为，台湾虽小。 可麻烦不小啊！还有更大的呢。台湾不过是个界选之地，蒙古的噶尔丹才是心腹巨患。然而，要去除这个心腹巨患，就必须先治界选之疾。就说现在吧，朕盯着台湾，而噶尔丹和沙皇盯着朕。 台湾如果祸及内地，那么北方草原的饿狼就会趁势扑上来。如果台湾能够和平的回收，那么沙皇俄国和噶尔丹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花马，儿臣再次请命，愿率5000铁骑出战施琅。就算台湾一时难以收回，也可先收复金厦。皇上，金厦距大陆仅20里之隔，已成为施琅进兵的跳板。福建总督奏报，10月初8，施琅兵犯漳州。 害患在侵扰内地，儿臣如不配统兵，愿去福建做援军事。在意啊，在意吧。这些嘛，这要飞踢啊，真不错。怎么才不出来？嘿，老叫花子怎么了？腿断了吗？缺个人把他揪出来。金威爷，哎，来了来了。 哟，金爷，49湾姚启胜传爷们入内叩见，说什么呢？叩见。嗯，小的只是如实传命。呸！跟我来。嗯，走，走，走。嘿哈，原来是你呀，老叫花子。跪下，跪下。 姚启胜，爷刚才鞭子重了些，爷给你赔个不是。罢了，您现在起来跟爷走吧。